你放下，放开我！大人，你不能！大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放我出去！再闹，把你扔出去！大人，我安寝。我得进去抓鸡了，顾总琴，你快来帮忙！啊，我这……别跑！我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快回来！哎，这边！哎，来！我这回非得逮到你！生气了吧？大人还没睡呢。哦，我给您上药，你别动啊。可能有点疼，你忍一下。大人，今天对不起，府里弄得鸡飞狗跳的，都是因为我，让小条给鸡喂了补药，要打要罚都行。只要别像上次那样拿箭射我就好了。哦，对了。我把贺礼卖了，这是银票，给大人。既然是新婚贺礼，你拿着吧。真的都给我吗？嗯。大人还真是人美心善。哎呀，刚好我刚做了这个清热去火的苦丁茶，大人您快尝尝。谁跟你说我上火了？你这就是上火了，你看你这下巴上这么大一个包，你这……哦，爸，哎呦，哎，你看看这个，是大人刚给我定做的，半个月才送到府上呢。大人说粉色最符合我的气质了。不过是城主身边的一个掌印太监。平日里不好好做事，还利用城主的声势为家眷谋私，真是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啊！夫人，就是这话可不好乱说吧。我家大人工作一直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的，不敢谋私利，也没有一丝怠慢，还请夫人慎言。夫人，哎呀，大人，你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些夫人说特别喜欢你给我做的这个衣服，要不一会儿把裁缝推荐给大家。好啊，夫人。哎呀，你看大人一会儿不见又想我了，讨厌啊！回见。什么时候？瞧他得意的样儿。这么着急干嘛？我还没演够呢。
坐在这别动，别再乱跑。听闻白公公的剑术了得，不如让他和侍卫给咱们来一段抚仙城的。我是被赶出来的。什么？百里怎么这样对你？他怎么可以不管你的安全？对啊，我冒险帮他解围，他还把我赶出来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怎么有点喘不过气？悠悠。你的脸怎么那么红？难道是那种天堂？过敏了？你别过来，我还有事，我要先走了。悠悠。回家。找我干嘛？不是你把我赶走的吗？放开，放开！放开他！悠悠不想跟你走。放手。该放手的是你。她是我的夫人，请小王爷自重。你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你好些了吗？突然想起来，我染了风寒，不能传染大人，我出去睡。还不能笑我，拿个被子。干嘛？柴芳冷，你身体还没恢复好，留下来吧。那要我留下也可以，但是要约法三章。我让你留下来，你还提条件？哼，那算了。哎，说说看。第一，不准再吓唬我。好。第二，不准再赶我走。好。第三，不准再乱发脾气。好。哎，大人，今天晚上你睡这儿，我睡那儿。哎，我不行就算了，反正我平常一个人睡小床也细。安静。